器声伴随着各种淡淡香气，运转75年的肥皂老工厂依旧有活力地生产着客户指定的产品。经过搅拌的皂液就像勾芡一样，慢慢变浓稠，最后像极了玉米浓汤。这是制作香皂最关键阶段，一没控制好，皂化不完全，乳膜就会油水分离或难成型。温度的话，我们大概会维持在45度左右，对，然后让它保持一个低温皂化的状态。说起话来，温和敦厚的陈胜文是肥皂工厂第三代接班人。学企业管理的他，原本跟学长在台北当街头艺人，后来学长要毕业了，逼得他得提早面对现实。他就问说：“那有没有要继续往音乐这条路发展？”那有的话就继续嘛，没有的话可能就要找新的搭档。等于我在那个时候就是被强迫要去决定说，好，我未来要走哪一条路。衡量之下，我会还是会觉得说，那就回来把这边做好，毕竟这个是自己家里的东西，他还是有一个责任感在。于是6年前，27岁的他肩上就扛起家族事业的担子。这是从阿公手上诞生的香皂事业。原本阿公是国小老师，光复后日文不能教了。1947年，有化学基础知识的他便转行做起肥皂。当年他们以香皂、洗衣皂、酒粕皂闻名，一做就是一辈子。直到换阿妈跟爸爸掌管后，工厂渐渐走向代工。爸爸的那个时代的确就是碰到沐浴乳崛起这件事情，所以当然就会有一点影响。可是因为我们算跟得蛮快的，我们也就去发展这一系列的东西。懂得转变，让他们挺过艰难时刻，但常年下来，老厂房也就这么平平淡淡了，没有过特别突出的表现，也没有走不出的低潮。但接下经营责任的陈胜文并没有安于现状。我有一个想法是，就是觉得工厂是一个很好的资源，那这个资源你要怎么去运用？那我自己的核心理念，我会希望做到可以分享这件事情，就是创造我们自己的价值。除了赚钱之外，我可以为这个社会，或者说为田中、为其他人贡献什么。彰化田中镇素有台湾米仓之称，也是陈胜文生长的故乡。他想，如果自家的香皂与在地的稻米结合，或许能擦出新火花。小小梦想在心中萌芽后，一向很有行动力的陈胜文找上了同为老字号的碾米厂。最重要的就是在糙米变成白米这阶段。好，是糙米变白米的时候有碎米。对对对。当初就是因为认识正新米厂，那因为他们有这些碎米，其实它等于是一个循环的概念。那这些碎米，我会希望它有更多的利用价值，因为每一个工厂其实它都有自己的 NG 品，那它目前的通路可能就是卖给饲料，啊，或者是说拿去酿酒，或者是说拿煮粥，好，那当然我可以再帮它开发另外一个，以我的专业去看。是我们一直也有想要说做另外的路线去研发，但是卡在说。比较没有这种创新的 idea， 就蛮不错的，玩也是少年啊才会有这种好的想法。稻谷去壳成为糙米，糙米在机器中来来回回6-7次才能碾制成饱满的白米，而在精米成白米的过程中产生的碎米，就是陈胜文眼中的宝。将这些碎米磨成细粉后，就能加入皂液里搅拌。但看似简单的原料，真正做了之后才发现，做米皂没这么简单。米如果太多，你的皂就会变得比较少，那可是它的起泡力就会变得比较差。但如果你的米太少，皂太多，但是人家洗起来就会没有那个触感，没有那个磨砂感。那所以就是比例是一个问题，颗粒是一个问题。尽管厂内都是资深老员工，但拿米入皂还是头一遭。他们前前后后花了至少半年时间研究。泥米加进去之后，它的皂可能会变得比较容易固化。那你要去掌握它那个出锅的时间，这个就是要慢慢去试啊，还要需要点经验这样。陈胜文试出老厂房新的可能，
不仅让原本只做代工的工厂再次做出属于自己的品牌，也因此带动地方发展。我当初一开始做它，其实是比较偏理想性的东西啦。我单纯只是想说，我要把田中介绍出去，所以我一开始在做米皂的包装，其实里面，我里面有放了大概16张还是18张的明信片，但是其实大部分都是在介绍田中。我希望它是一个伴手礼，我会希望这个商品它可以承载更多的意义。接手家族事业后，陈胜文才知道自己要做要学的很多。他不只要学会制造的技术流程，许多时候他还埋首在各种研究里。座位旁摆放这上百瓶的香精，让他像名专业的调香师。气味是过去父亲做造忽略的细节，他期待传承到自己手上，可以做得更好。其实是调香师的概念，它只是你基础的知识要有，就是每一种香味它表现的强项不一样，像是可能木质调，它有的它就比较沉，那它可能就会放在香精里面的尾调。那有的花草它比较亮，它可能就会放在前调。以前的市场对于这一块没有特别的强调，但现在大家对于看香水越来越多人在用，然后大家对于香的这个概念越来越有，然后会比较喜欢有各式各样的香味，所以就会这一块就开始慢慢需要去着重。他常常脑力激荡，一边思考着如何提升产业，还要在产业升级的同时发挥工厂存在的价值。我们这间工厂，我希望它的价值不是在赚钱这件事情上，当然赚钱很重要，我如果赚的钱越多，我可以做的事情越多。有很多的基友他因为身体洗不干净，造成他自己的可能自尊或形象不好，但是其实他明明是一件很简单可以达到的事情，他们却没有办法做到。我会觉得那我们身为一个做这个的厂商，我是不是可以针对这个议题去做点什么。我觉得我比较像理想家，不像企业家。不断为炼造超过70年的老工厂重新赋予价值意义，并增添新意，这是陈胜文守住老产业的方式，也是他实践梦想、朝着理想家前进的动力。